快问快答第一弹。Hello， 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宁，在《玲珑狼心》中饰演玲珑和狼野。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嘉诚，在《玲珑狼心》中呢，我饰演的是林青。是你。很爽。开心。毒舌。跟康老师呢学习很多东西。哎、没有，他也会给我很多灵感，很聪明。不要在这商业互吹了，没有啊，来点干货。啊、真的，说实话都不知道。就是帅，就是丑，就是无懈可击。休闲，我是休闲了。想去好多好美的地方去玩，然后想去西藏，还没有时间。赚一个亿，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。还没赚到。啊，那我也没赚到钱，加油吧。回到西游。因为爱在西游记。我是因为做这一件比较快乐的事吧。每天能够发光发光就要亮堂，别为我担心，我有快乐的智慧的家。听到我的反应，估计已经晕倒了，没有反应。我应该是他们会见我会觉得本人好小一只，所以我很小。腿，直接了吧。我可能是气质。真爱你的云。想见你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